犬驱虫要哪种好？张安谷，职业兽医师。关于幼犬驱虫药的选择，需要根据幼犬的自身条件来进行选择。但是现在市面上，只要是正规的驱虫药物，一般都有适合幼犬的。所以主人在选择驱虫药物时，只需要注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驱虫药即可。同时，幼犬的驱虫药的剂量选择主要是根据幼犬的体重来决定，所以在购买驱虫药的时候，主人应该了解幼犬的具体体重，并且对于首次驱虫的幼犬也可以咨询宠物医生后进行驱虫药的购买。在与幼犬进行驱虫后，主人还应注意观察幼犬的身体反应，同时在使用驱虫药物后，应间隔4至5天再给幼犬洗澡。